他，好不好？坚持到最后，哦，好不好？哦，有预定我们的达到我们的目标，但是还要可以更好。哦，大家不管球队强，对手强不强，你的学习态度，你上场的比赛的经验，哦，一定要拿出来，赶快刷刷。哦，不管怎么样，哦，你要努力，你就可能会进步，你可能会赢人家。如果一开始啊，人家不可能赢人家，啊，没有不可能的。哦，只要你努力，你就有机会。好，大家加油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第一棒那个李展毅杀了，第二棒邱柏宏，好，先打第三、第五李俊，秀斗第六叶嘉宇，防守第七谢时佳，哦周腾一啊，周腾一第七，那谢时佳第八，第九高长文，好，这几个先下场，好，大家好，表现好的我们就会在一起，没有表现不好我们就。好，哦，麻烦就下来休息一下，大家好好检讨一下，大家努力一点，好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了好了，挥棒一下，我们先攻，挥棒一下。先攻啊！是高崇哲吧？心理素质好不好，就看这一下了嘛。我太阳，你叫什么？我大声比比，你大声比比，我弟弟叫我大声比比，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大声比比，我大声比比了，我上课我大声比比，我大声比比的课我大声比比。太阳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大声比比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不不，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你跟谁学的？他跳舞的是 BB， 哥，我又在洗吗？哎，裁判都愿意被拍摄，那请他停止拍摄动作。你们没有资格这次赛事，麻烦你向县政府嘛。这两队教练哪个学校名字报出来嘛？啊，我现在就不让你拍。为什么不能拍？不能拍我学生啊，我有肖像权啊，你为什么要拍？那你们不要比赛啊？为什么不要比赛？比赛是县府办的，你要申请摄影证，请去跟县府申请。现在都有手机，我们有大型录影机到场地里面。啊，你要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拍啊，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？那你去提告嘛。提告你去提告嘛，提告啊，我们现场就请那个，我们请法官来解读嘛，请我们警察人员帮我们一下哈，我们双方球员跟教练还有裁判都不愿意让他拍摄，这个是县府的比赛。会长听到连裁判都说同意，那你们全部是不是啊？可以。哎，大哥，他们都遵守，他们都不需要你拍。我没有违法啊，你专买一条嘛？什么叫不同意？那你们去离开美伦国中自己去比赛嘛？不需要你拍啊！你这什么协会啊？离开啊！嚣张跋扈到这种程度哦！可以麻烦你离开吗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我没有违法。大家都是好好的跟你讲，请你离开。请不要影响我们赛事的进行。你不要影响足球运动发展，好不好？对职员、选手、家长之外，群众就是观赛，眼睛看，不是录影。请问您是要当群众来观赛？麻烦请你去做裁判好吗？你管太多了，麻烦去做裁判，你管到太多了。裁判长，这是我们的裁判长，一样啊，是一样，要服从法律嘛，一样的做法嘛，哈。对啊，哎，要录影，请你去跟县府申请录影证或是记者证。否则就请你做好你的。我们也到场内，谁旁边的人本来就可以录影，那不是大台，到里面申请，你不要自己解读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自己解读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不要公器私用，利用警察来弄我，麻烦你去执行做你的裁判工作。来，我们请那个总干事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。哦，拜托拜托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影响我们比赛的。嘿，嘿，你看到没有？教练说，让裁判为难。裁判跟教练根本不认识我，那些原住民教练对我有偏见，不准我拍，其他的有讲话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人家快比赛快开始了，你要嘛你就是退到后面那边去。我就这个距离，我没有违法，我是颁法条出来嘛。你也是有时候会误判，你也是颁条例出来嘛。我们没有违法。他们现在大会，他不高兴他的事情。他们租借这个场地在办活动。县政府运动这是公家活动，不是他们私人 club 俱乐部 club 俱乐部哦。
不要误解哦，拜托。因为疫情关系啊，他们就只有限定家长啊。外面已经讲过了，实名制登记，我照规定了。实名制登记。好了，不要跟我讲这个，我已经讲了嘛，那边有去查嘛。不是啊。Who does BB? Wh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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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es BB?Udas pipi, udas jot, 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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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s, udas pip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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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das, udas pipi, pipi, udas, udas pipi, udas jot。所以吃的时候它会叫一巴肉哔哔，因为那个哔哔里面有一个豆豆，有没有？对，挑衅的豆豆，有没有？阴蒂嘛，阴蒂。对，然后里面有豆豆，有没有？阴唇的上一层呐、啊。那个阴蒂哔哔，那个阴蒂怎么讲？德鲁话阴蒂。不嘟，嘟嘟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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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哎，阿妹族叫本怒，本怒。哎，怎么样？不了解。孤独，我没有老婆吗？Oh!
平常就是不敲。平时啊，平常那个速度比较紧了啊，所以这个三级的速度会比较快了，你们准备动作要快点了，慢慢拍呀嘛。你知道吗？要互相保留证据嘛，你要保留你的证据没关系，你就拍，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呀，赶快去拆呀。哎，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在，我不知道你叫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啊！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窃占。大的鱼有
丢到那么远，漏接。五大十比比不尬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吹喇叭！五大十比比，全在五大十，全在五大十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。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！比五大十不尬，比十五大不尬，不尬是你的懒觉，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你真的是、啊、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对象有没有？那个达赖的那个欧巴那个，我露进来，然后看完一样照达赖的欧巴，那你们这门做了没有做吗？你要先过来，我这边不干，这边不干。太早了，
开导路上学长。没有，我刚跟你讲，还是超白。我还好了。你看，再整一次哦，站起来，这个比赛不要做，不要做，我为什么做啊？六六，然后哪一个？懒叫，你炸死他！哪一个国中 ？BB 国中啊。牛。牛。打进 BB。鸡。没打 BB。水怎么讲？跟上 BB。没有问到。炸死 BB， 然后问他，然后问我。他三光国小有什么特色？没有特色。那以后想不想念大学？不想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做大使 BB 生意。不要，你们真的是哎。唱一首吗？外国人吗？你们两个唱。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好了，唱完了。没有。妹妹，你真的是夸张。怎样不爽啊？他就是牛逼，牛逼大姐。来，哎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哇、哦，你真是很勇敢的女生哎，你。榜啊！你弟。榜啊！你弟。你弟是什么 ？BB。哦，那个，哦好。叫什么名字？勃起天尊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勃起天尊啊！
你叫什么名字？国旗天尊啊。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嗯，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印度。花岗吗？花岗雕神。你们今天还有比赛吗？有。在哪个场地？在雕神的那个场地。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马黑布布苏。那个泰鲁格族话，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苏。泰鲁格族话，超级白怎么翻？太阳跟努比比苏。你这样。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啊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垃圾啊。你烧垃圾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女？那台女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，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今天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土吗？我是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有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。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。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。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吗？我昨天没有烧哎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？啊，对，是面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。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 po 我了，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女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女，再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。注意。对，你打。现在打，我等。